打排卵针哦，因为动情激素上升会造成水分跟着留在体内，所以会肿肿的哦。你说肿起来的话会脚麻嘛？哈，对。那我们给他吃的这颗，这个是 Luxys 利尿剂之后，他体重从56公斤掉到53公斤，但是这个不能常吃，因为你如果吃3公斤的话，表示你血管的血就本来是5公升。 就掉了3公升，就剩2公升。那有时候过分的脱水会造成伤肾伤肝脏，所以你现在如果要吃的话，可以就是半颗。但是如果打排卵针，因为动情激素上升哦，你伤动情激素在1000多，会造成那种水，这是水肿哦。那如果说因为已经压迫到神经嘛，我就决定给你开，把这个水卸掉的哦。 那你是56公斤降到53公斤，所以表示每一次小便的量是0.6 600cc 嘛，1cc算0.6公斤。是啊，这个就是说在吃这个之前你要充分保持喝水，或者说边泄洪的时候边喝水，否则的话那个血液的水太少的话，浓稠会上到肾脏。 就是这样下，所以我给你2颗，你要一天只能吃半颗。那打排卵针的这种，假胖吼，像你从53公斤飙到56公斤，是因为动情激素。那其实你月经来，它就会卸掉，所以其实你不尽然。但是因为你是说压迫到神经角麻了嘛，其实现在又有点恢复了吼。对，对。 但是起码解决你的痛了哈，就现在是吃药后的，好，那不要随便吃这个。